跑马拉松需要体力和耐力兼备，但近年不时都有发生跑手猝死事故。热血背后为什么会潜藏猝死风险，又有没得预防？有安老院社举办全家之谱活动，给长者将擅长菜式集结成家庭食谱，和家人一起回味家的味道。究竟一家人怎样透过食谱拉近距离？今晚港台电视32凝聚香港。